杨太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了我女儿，为了瓦耀宝的乡亲，你必须死。你做了个错误的决定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这么做，不可能活着出去。我既然敢来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 但我要你陪我一起死。能让你拿到的枪，怎么会有子弹呢？回兵。 看看杨太太。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？嗨，果然是个惊喜。你想把他带进炮楼是吗？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最讲信用的，我现在。 杨太太，请。刚才那个人是土八路，他跟你有同样的想法，但比你强大了多。 真的以为四个手雷可以炸掉这里？我记得你们村的杨老爷也来到过这里。有趣的是，他也想拿手雷炸掉这里。你们果然是同一个地方的人，同样的愚昧。 你是在看瓦耀堡吗？ 看一眼，瞧一眼。传我的命令，全体操场集合。小月，别着急，娘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我想娘了。别着急，咱们在家等娘回来啊。 奶奶给你说个歌谣吧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门前唱大戏，接闺女，请女婿，小月小月也要去。 走。
李排长，你应该认识这个女人吧？她是前特务队长杨明奎的太太，也是现任特务队长王二九的表妹，同时也是皇军驻瓦窑堡的情报员胡润月女士。你们一般管这种人叫做汉奸啊？不知道，你们对待汉奸将来是深恶痛绝。这样，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亲手杀了这个女人，怎么样？我最恨汉奸了。谢谢参谋队长。尽力了。如果能活着出去，帮我告诉早花，这辈子欠他的，下辈子还。李排长，你们真是有情有义。那你在我眼里是智勇双全的职业军人，你怎么这么冲动，为了一个当汉奸的女人牺牲，知道吗？你的血是可以流干的。你这么感情用事，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战胜我们强大的大日本皇军？答案很简单啊，因为你眼里的感情用事，恰恰就是我们能够战胜你们的必然原因。因为我们是中国人，自古以来，我们这些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仁义，什么叫诚信。瓦窑堡的林枣花为了保护乡亲，一个女人呐，独自拉了一支队，跟你们这帮魔鬼英勇奋战，这叫杨存宝老爷子为了保护瓦窑堡的乡亲，只身入狼窝，慷慨赴死，这叫大义。没杀了你很可惜，但是我干了，这叫诚信。很可笑，
但是也很可爱。因为我们这帮中国人有伎俩，在你眼里头可能很愚蠢，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三木，就是这帮所谓愚蠢的中国人，是你不可战胜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你可能听不大懂吧。因为嗜血的豺狼是看不到自己必败的结果的。吕排长，你刚才说的很好听，但是也很没用。我们大日本武士只知道举与刀，既然你不用我给你的刀，那就用你们自己的刀。你的真不怕死？怕？谁不想好好活着？但只要你们在，我们就没法活。